女人拿着鲁班锁轻轻转了几下，弹出一个盒子，拿出来一看，里面放了张纸条，上面是她和爸爸的照片，又从里面拿出一把钥匙，还有一段古怪的话。看到这些，她立马来到家族墓室内，在盒子的第一个字母上按了一下，没想到弹出一块石头，拿下来后露出个钥匙孔，把钥匙插进去后轻轻一拧，旁边竟然打开一扇门。走进去一看，这里收藏着世界各地的珍宝。通过老爸留下的相机得知，他去寻找传说中的死神之母，根据笔记上的线索来到一个神秘的小岛上，不过刚到这里就被坏人抓住，他拼命逃了出来，可一不小心从大桥上掉了下去，落到河里。他想抓住石头，可惜失败了，前面有一架坠落的飞机，飞机下是万丈悬崖，他紧紧抓住机翼，不过水流太急，没一会儿就坚持不住了，眼看掉到瀑布中，他用力一跳，抓住了飞机，整个人悬在半空中，腰部一用力，抬脚爬上了飞机，可刚想休息一会儿，飞机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然后晃动几下，显然是坚持不了多久。他小心地站了起来，可飞机裂口不断增加，小美快速向前跑去，用力一跳，抓住机身，然后慢慢跑了上去，钻进了机舱里，想要磨断绳子，可他稍微一用力，机身就打破平衡，不停地晃动起来。割断绳子后，他快速向前跑去，飞机翻了几个跟头，卡在了峡谷中。不过小美身下的钢板快要支撑不住了，她抬头看到一个降落伞背包，慢慢伸出手去，在掉下去的最后一刻抓住背包，快速打开降落伞，虽然上面有很多窟窿，她还是成功落到地上。可她来到机关门口时，发现爸爸被坏人抓住了。这扇门的后面藏着死神之母，女人爬上梯子，轻轻转动机关，当输入最后一个密码时，齿轮不停地转动，然后都缩了回去，紧接着大门凹陷，裂成无数碎块掉进洞里。他们走着走着，小美突然踩到机关，男人还笑他们胆子小，可下一秒他就被钢锥刺穿了身体。随后来到一个峡谷，下面密密麻麻堆满了骨头，他们架上云梯走了过去，男人到处乱走，又踩中了机关，突然地面晃动，他被石门压到下面，后面的路也被封死，紧接着地面裂开，小美掉了下去，下面是万丈深坑，幸好被老爸拽了上来，可地面还在不停地塌陷，小美快速向前跑去，来到石门前，发现了钥匙孔，老爸一转身，打开一扇小门，拿出红色玉佩，扔给小美，可放上去后没有一点反应，随后又找到了黄色、蓝色、白色玉佩，可都打不开门，最后放上绿色玉佩，一阵蓝色光芒过后，钥匙旋转起来，紧接着石门转动，终于找到了出路。他们继续前进，发射一枚照明弹后，看到前面有一座宝塔，来到塔内，旁边有很多格子，里面都有一具骷髅，在正中间放着一个棺椁，通过墙壁上的画像得知，里面的人就是死神之母，他们用登山镐撬动盖子，然后一用力打开了石棺。棺椁的盖子缓缓打开，里面的美女栩栩如生，好像刚放进去的一般，可下一秒她的眼睛变黑，吓了人们一跳，紧接着皮肤迅速氧化，转眼间就变成了骷髅，两人想把她抬出来，突然尸体坐了起来，几人还以为诈尸了，仔细一看，她身下有个齿轮，然后缓缓躺了进去。正在这时，男人的手慢慢变黑，快速向上蔓延，原来古石身上有病毒，很快男人就失去意识，不停地开枪，结果被击毙了。胡子哥拿出剪刀，剪掉尸体一截小拇指，放到塑料袋中。小美趁此机会赶紧逃跑，后面有个大兵紧追不舍。这时小美踩到机关，抬头一看，巨大的狼牙棒滚了过来，她急忙弯下身子躲避，然后向前跑去，躲过第二根，第三根紧随其后，她急忙趴到地上，可后面的大兵就倒了霉，被扎成了刺猬。随后她回去接老爸，可她不小心感染了病毒，不能离开这里，他要炸掉洞穴，小美快速跑了出去，胡子哥想过峡谷，被小美跳过来抓住梯子，快速爬了上来，然后把胡子哥逼了回去，随后将梯子扔进悬崖里，胡子哥拿起旁边的登山镐，两人打了起来，可他根本不是胡子哥的对手，没几下就被打翻在地。这时老爸引爆了炸弹，趁胡子哥分心之际，小美爬了起来，掏出口袋里的手指塞进胡子哥口中，然后把他踹下悬崖。这时地面坍塌，小美拿起登山镐，用力一跳，勾住对岸的石头，用力爬了上来，然后快速向前跑去，在最后一刻抓住绳子，爬了上来。
你害怕坐电梯吗？一群孕妇走进电梯中，丝毫没意识到危险正悄然逼近，电梯急速下坠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突然来了个急刹车，孕妇都趴到了地上，红灯亮起，可监控人员丝毫没当回事儿，又继续聊起了天儿。孕妇站起来后想打电话求救，却没人接听，又拿出了大哥大，发现这里没有信号，只好等待救援。可过了半天后，维修人员还没来，而电梯里越来越热，氧气越来越少，电源还被切断了。他们绝望地拍打着电梯，可根本没人听到。在闭塞的空间中，孕妇们的肚子都疼了起来，痛苦地躺到地上，甚至有人晕了过去。这时才有人发现不对劲，派管理员过来看看什么情况，却发现电梯门怎么都打不开。这时一个男人拎着斧头冲了过来，要劈开电梯，因为他老婆就在里面。可管理员拼命阻止他，突然电梯自动打开，里面还多了五个婴儿。等保洁打扫干净后，维修人员及时赶到，经过检查，电梯一切正常，没发现任何问题，电梯又开始运行。这个盲人走进电梯里，按下一楼的按钮，可电梯却向上运行，没一会儿就来到91层，发现没人上来，再次按下按钮，可怎么按电梯都没反应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走了出来，可一回头，电梯竟然关上了，他非常生气，只好等下一趟。电梯上的数字快速变化，很快门就打开，仔细一看，我了个乖乖，电梯竟然没上来。坐电梯最害怕什么？电梯门打开，可仔细一看，轿厢去哪儿了？男人看也不看，一脚迈出，却踩了个空。他死死抓住绳子，可二哈哪能拽得动他？下一秒，两人一起掉了下去。监控室发现了异常，保安过来查看情况，门却自动关上了，手电筒不停地闪烁。正在这时，门又开了，吓了男人一跳。定睛一看，我了个乖乖，轿厢怎么不见了？男人把头伸了进去，拿手电筒照了照，发现下面有只二哈。突然电梯门关上，夹住了他的头，手电筒也掉了。他想扒开电梯，可惜失败了。同事赶紧过来帮忙，可还是打不开，于是让他转下脖子试试。男人抬头一看，电梯缓缓下落，他大声求救，同事急忙过来拽他，可衣服都扯坏了，还是不行。电梯越来越近，他大声尖叫，却无济于事，随后趴到了地上。同事吓得瑟瑟发抖，于是把电梯封了起来。可经过检查，电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每天有几万人用电梯，老板可损失不起，于是启用了电梯。女孩正在电梯门口玩，突然电梯灯都亮了起来，随后电梯门打开，她慢慢走了过去，定睛一看，电梯竟然缓缓上升，离地板2米高时停了下来。她非常好奇，紧走几步跪到地上，把头伸了进去，突然一声尖叫传来，女人吓得急忙跑了过去，发现玩具娃娃非常脏。老板看了眼电梯，发现了什么，走过去后从门缝里拿出一条玩具手臂。你坐电梯时会害怕吗？男人在最后一刻挤了上去，电梯快速上升，可中间根本没有停下来，而且越来越快，急忙按下停止按钮，可没有一点效果，人们大声尖叫，都快吓哭了。正在这时，电梯不停地抖动，突然地板裂开，中间的人都掉了下去，运气好的抓住扶手，可上升速度太快，又有几人被甩了下去，电梯里的人越来越少，扶手都被扯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电梯冲破楼顶，终于没了动静。总统非常重视这件事，认为是恐怖袭击，于是派出大量波波勒，还有很多猎犬，把大楼包围起来。可搜了半天，什么都没发现。大壮也悄悄溜了进来，他想看看电梯到底怎么了，偷偷进入电梯里。突然电梯急速下坠，按下紧急制动按钮，可电梯没有停止的意思。危机关头，他弄断电路，电梯终于停了下来，然后从天窗爬了上去，接上电源，手动控制电梯上升，查找每一层的特殊之处。突然发现电梯上有黏黏的液体，还在不停的下落，他急忙爬了上去，打开个柜子，定睛一看，我了个乖乖，里面竟然有颗跳动的心脏。他拿起改锥不停地刺了下去，发现破坏力太小，从电梯里爬了出来，想找件厉害的武器。没一会儿，他扛着火箭炮走了回来，对准心脏，刚准备发射，正在这时，旁边多了一把枪。原来老板用心脏控制着电梯，两人打了起来。眼看大壮就要掉下去，小美及时赶到，随后佛波勒包围了这里。突然电梯伸出触手，缠住老板的脖子，还把大壮拉了进去。小美扔出火箭炮，大壮对准心脏射了出去。
随后他被气浪轰了出来，而老板没了呼吸。毛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。